而家我就喺 Monkia 啦呢一度。講到 Monkia 啦，我就會諗到方便，甚至乎係治安好，因為住喺呢度嘅大致上都係政治人物、外國領事人，甚至乎係公司嘅高層，而且國家嘅皇宮都喺我哋附近。咁多嘅 VVIP， 無可否認，呢個係一個好嘅地方。其實我哋都知道，如果你喺 KL 做工，想喺 KL 買 property， 但又太過擔心 KL 嘅 property 太過貴，你係咪會諗到去吉豐啊、Oakland 嘅地方買呢？係嘅，嗰啲地方嘅價錢會比較平啲，但係相比之下，嗰度嘅方便同埋安全、治安就比較爭啲啦。我想話俾你知，其實喺 Monkia 啦，亦都可以買到一個唔會太貴嘅 property， 只需要你有3000級嘅月供 budget 就可以入手。呢度位於 Monkia 啦，同 Damas。發展商利用8個 acre 咁大嘅地，攞嚟起一個超級低密度嘅高級公寓，甚至乎發展商用緊4個 acre 嘅地，攞嚟打造緊 greenery concept 嘅 facility 俾你哋去用。行，我帶你去睇 showroom。一個就係我哋2000多尺五房嘅單位啦。第一間房非常大，還可以當成 studio 來用，甚至還有自己的廁所。來到我們的 dining area 和 living hall 啦。我们拥有20尺的客厅，已经非常少见了。重点是还有8×11尺的阳台 balcony。来来来，再去我们的 wet kitchen 和 yard 看看。这里每间单位都有 private maid room 和厕所，每个房间都有很好的空间和采光。这个单位是有两间 master room， 都可以放 walking wardrobe。厕所还是用 maple concept。我哋一共有5种唔同嘅 layout，from 1000方尺到2000方尺都有。其实我想话俾你知，如果你对我哋嘅 project 有兴趣，联络我，因为而家我哋做紧 early bird 嘅 package， 价值有60000嘅加私赠送。联络我，带你去睇 showroom。我叫 Branson。